我灌谁啊？这两个都很硬，好不好？这两个我都灌不进去。不会啊，我跳那个，我跳一，你帮我跳二，射在里面。什么跳一，我跳二啊？我跳干一跳二。不是啊，我要单手，好不好？你看谁对位啊？对位那个要单手，因为有一个人要手花挺多手。你要看高沙有没有出来？对啊，看高沙有没有出来。那一定是卢巴手，卢巴可能手不太到。没办法，季节花型就是这么无耻啊！我们刚才也无耻，我们刚才也无耻小流川啊，对吧？沒辦法，无耻。到喽。可以靠背啊！刚、那个空位啊，我刚才把你撞到攻击了。我喜欢哎、欸，靠背，刚刚没有撞到、啊，不过进了。没撞到，我刚才第一我直接把你撞攻击，然后不出手。哦，不错哦。行。三小想引诱我是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一二哇，好可惜哦。我们两个都跳 1.5， 不知道在冲大小。对啊，老塞。我们刚才想跳一啊，所以靠边嘞。所以在哪里、啊？哼，这个错位就做到不错了。错位直接抓你身位。那个工位在那边，那个工艺在那边干嘛？完全放弃防守。他们在干嘛？小心哦！小心他等下突然来一颗哦！小心高沙，我看到高沙位置。都会骗的。盖到，我看。高沙这种三段没事，小心哦！啊靠我了，我被挡了，瞬间。哎呦，帝王靠边，这不是你的、啊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耳朵有点痒。哎、欸，你怎么没撤步？没有，我都耳朵痒，我都挖耳屎。三小啦，什么可以在不是这个时候挖耳屎？我刚不是跟你说，我刚不是跟你说，双挡啊，双挡啊！跟到，低球而已，低球而已。干不行，没办法。小心哦。花型上去了，攻击。没关系，我都过，没盖上。小事情。No my 卢巴，我们套一句你的话，这些都很难盖。哎、欸，你干不？哎、啊，没在。现在不能盖了。跳，漂亮啊！被跟到了，被干扰了。你应该往高沙那边跳。没关系，我等下直接 K 区远球就好了。哼，我等下直接左。你好多后仰机会都不用。我等下左手直辅助就好了。你进来，我要先练一下。我现在练一个，就是快。哎、欸，我跌倒了。看到不到，卢巴半身，旋转，不是我抢的，有一凡帮我有啊，敢被跟到，不过进了没关系。现在卢巴很谦虚，卢巴突然变谦虚了。我一直很谦虚，小心哦，高手，小心哦，用高塔挡开啊。我在看，高手上去了，卢巴太慢，没关系，开大了。卢宝觉得是错位了，我觉得你是错位。没有，我觉得那位置应该是不会是错位。哎、欸，靠北，我没按到，还是谁？追求而过。来哦，反神卢宝。哎、欸，跳 HHU， 可惜。我该没加速，我只能 HHU。小心天钩。完了。靠北啊！干我不应该过去的。没关系，你帮我跟。一定要有一个人，一定要有一个人盯。这球是我错。漂亮，控位喽，工艺。我挡住那高沙来不及。工艺到底跟着进去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工艺应该跟着我才对。卢巴，你怪他。卢巴没关系啊，不要自责。我不要打点。这场行。漂亮，好球！漂亮，好球！哎、欸，顺、欸，蛮顺的哦。再守一球，再守一球，蛮顺的哦。哇，卢巴一个撞两个啊！哇，老师，来不及，靠一个撞两个、欸，哎，这有点屌。你应该直接站左侧，不要过来才对。有点东西啊，应该是不会被盖、啊，还在守一球。没关系，我觉得我这场也没有很集中，我来，我集中一点。认真一下。我们刚才已经爽很多场。卢巴交给你了，没关系，没大局。没关系。然后我们刚才爽很多场，对啊，小事情。这场没有很集中，反其道而行。漂亮，这一球漂亮。有在集中，还是要帮我顾一下我的，还是要帮我顾一下我的攻心啊。好、啊，我觉得他会开到高沙一二二，漂亮，他妈补到了吧？
等你很久了，高少。我补扣，我补扣上去，可以，可以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这场先到，这场先到你，这场输就输。选左边，选左边，选左边，就我知道。小心天高，天高，啊，不是天高了，那个。今天我怎么盖不到、啊？今天怎么搞？没事没事，卢宝，卢宝，我跟你讲，你是兴奋之后，现在已经那个。在，我没有兴奋，哎、欸，快传快传。三个漂亮，我看到了那个瞬间，我看到了那一帧，可以那一帧你知道吗？六十帧里面那一帧我看到了。我跟你说真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两个小心大招，这没办法。上去。哎，干怎么搞的？卢宝没关系，卢宝没关系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进了，看屁啦！哇，还好你有帮我补到。我直接给他 keep 起来。干，我以为进了。小心海南一定会海南哦，海南一定被盐干了。卢宝上去，盖不到，我今天盖不到。没事没事。这场不要上了，这场不要上。哼，卢宝，卢宝不要上二。哎哇，抓到！哎呦，进了吗？进了，好险！好像没跳。哎，要往后守，要往后守。卢宝没大招，往后守，往后守。要我大招。他可能要海南一定被盖了。卢宝最后球，我碎碎碎抢下就没问题，抢下没问题。不是我们本来就赢四分哦，完全不用紧张。是那个位，是那个位置漂亮，这个空位抓得很漂亮。那工艺干嘛一直跑进来？他是要抢板。哼，我不知道在干嘛。盖他屁啦！不能主攻身后球是哪招啊？我真的觉得盖到哎、欸。我是完全盖不到，我手太短了，没办法。我中间卡一高招，我真的觉得我有盖到了。有时候就是会贴太近了。我跟你说，就是火锅那种东西，有时候贴太近。这场我废物中锋了，哼，被关他多久了？这场废物中锋，三点八，废物。我怎么盖火锅？干这场真的，这场卢宝真的不能上哎、欸，他这场真的不能上。这场真的干，可是让我打很好哎、欸。这场我废物，没关系。干，可是让我打，可是这样我们两个都打很好、欸跟观众朋友说我废物，不会啊，你要板子被抢走而已。你没有，你要不要我上前面两场，前面两场我会卢宝，我们都会、啊。你先上这个烂的、啊，你先上这个烂的，再上两场。没白痴哦，你要先放强的啊，你先放强的，然后放说有偶尔我们会打得不好。你就说卢宝失常，他好自责，观众请安慰他。好，底下说啊，卢宝没关系啦，你很强啦，卢宝没关系啊，对啊，偶尔一场没关系的，卢宝，偶尔一场没关系啦，小事情啦，亏他们来说。